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狗兵郭兵秤，我有一阵子没有剪之前的影片了，最近会把2019的 Weekly Vlog 给补回来。那这是我平常开实况的样子，我相信有些人注意到后面的背景了。嘿，对，这是我房间，原本打算用 Week 42的 Vlog 来拍一个介绍，但我没拍，所以我打算延到2020的 Vlog 再拍。拍谁啦？我们下一支 Vlog 再见。